我们现在所处的时空是三国大杂烩里的世界。没看错的话，这位是诸葛亮吧？正是在下。没看错的话，你应该是阿凡达吧？旁边这位是，我是阿凡达的同事小乔。哟，我是那个曹丕，对，曹丕啊，这个是金鸡，金鸡，金鸡，啊、真鸡啊！你是谁？诸葛先生，还不跪下？一边去！我是刘备，你的主公。哎呀呀，我是孙策，你是刘备啊？我刘备啊，哥。咱是一家人。Hello， 你是那个火舞吧？哦呦，他是阿布。好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！你们现在都是《三国大杂烩》这本书里的角色，让我们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六位嘉宾。